数学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哈，因为不能公布同学们的考试成绩，所以你们的试卷和分数就自己去学校网上查吧。小爱老师，自己怎么查呀？输入你们的账号名字和密码就可以看到试卷了。账号名就是你们的名字，但是密码就要你们自己猜了。100减去你们的分数是几？暑假就写几张卷呀，小爱老师。那要是猜不到密码呢？不知道分数就默认是零分，暑假可能要写100张卷子哟。我们不要写100张卷子，我们要猜对密码。好，大家开始吧。桃子，放暑假了，你对学校什么？括号里的字就是密码。放假了，我对学校不辞而别。不对，我对学校溜之大吉，逃之夭夭，躲得远远的。桃子，学校是怪兽吗？你要躲得远远的。你对学校就没有一点留恋吗？没有呀。哇，你放假这么快乐的事，难道我还要依依不舍吗？答对了，找一下里面的数字。哦，对了，数字是一吗？你暑假要写11张卷子，整个暑假11张，还好吧？爱自己的什么种方式？这个我知道，爱自己的100种方式。你暑假写6张卷子，不错哟。大嘴，假如你买彩票，一次中10000亿，一天中一次，中10000天是多少钱？啥？我中彩票10000亿，还一天中一次，还中10000天？嘿嘿，我走了啥狗屎运了？我说的是假如，快点算，10000亿乘以10000天，10000后面是4个0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万亿，这是几个零呀？哎呀，我手指头不够用呀，在旁边数券。哦，林云堂，这个字打一成语是百里挑一，密码是一。暑假没作业。一个宴会上，一对夫妻和客人一共握手48次。宴会一共几个人？48除2加2等于26，一共26个人。你暑假一张试卷。朱小妹，你的密码是圆周率后面20.14159265359793238462。暑假没作业，一共有多少个奥特曼？16、18个奥特曼。你暑假19张试卷，哎，还好吧。静静的密码是英文字母，我是34班永远的神。老师，啥意思呀？我是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，你不知道吗？YYDS。你暑假30张试卷，我的妈呀，一天要写1张试卷啊。假如你数钱，一秒数1张，要数3年是多少钱？一年是3153万6000秒，3年就是9460万8000秒，一张是100元，3年可以数94亿6080万。老师，我3年一刻不停的数，估计还没数完，我就饿死了，这是什么题呀？试试你就知道了。密码不对，为什么呀？就像你说的，不吃不喝会饿死的啊。那难道要把吃饭的时间去掉？不对呀，吃饭的时间没办法统一呀。那就是不吃饭，人的生命极限是7天，一天86400秒，7天就是604800�秒，乘100元就是6048万元。对了，7天不吃不喝，一刻不停的数钱，我咋这么喜欢数钱呀？数钱多快乐呀！乖小豆，你数学考试字迹工整，举一反三，额外加了10分。你暑假没作业，多出来的10分可以帮别人减掉10张卷子。哎，我给大嘴减掉10张卷子吧。哎呀，我要是算不出来密码，暑假可能要写100张卷子了。小伙伴们救我！10000亿乘10000，到底是几个零呀？